埋在沙子里面5个小时焖熟的肚包肉。大家都在这排队打肉，每个人都拿一块馕。老板，沙包肉多少钱一块？20块钱一份，250克左右，加馕的话加1块钱。加个馕吧，皮子多多的放。好。现在一天能卖多少包沙包肉？10包吧。沙子里埋着要煮多久？可以说6-7个小时。这一包里面有多少公斤肉？差不多5-6公斤呢。这都是肉炖出来的，自己就没有加水那些啊？加水。羊肚包着羊肉，沙子的温度有多高？200度左右。在这拿一份馕啊，烂一点的肉啊，给我放了半个皮子。老板，这个烤干子多少钱一串？1串5克。给我来上一串。主食咱们还是在沙车这儿要吃这个大鸡腿抓饭啊。老板，抓饭多少钱一份？1.5块。鸡腿呢？鸡翅7个，全部15块钱。给我来上一份。胡萝卜也多，黄萝卜、胡萝卜都有。大鸡腿儿。看一下今天把灶上的午餐怎么样，一块沙包肉、鸡腿抓饭，还有这一串干子，带不带？肉加肉，碳水加碳水，先趁热把这串干子吃了，差不多有7块干子，中间还有一块肥油，这种大片干子吃上还挺过瘾的呀。哇，看一下我这块沙包肉啊，哇，这一块纯肉，肉里面还带着肉筋，纯肉炖得又软烂，不禁吃，两口就吃完了，蘸满这个肉汁啊。吃完肉和主食，再来肉和主食，看一下这个鸡边腿抓饭逮不逮？鸡腿这样子啃太逮了，抓饭上面这些凉拌菜，你也是粒粒分明的这种。逛把杂就是这样，肉和碳水都吃过瘾，逮不逮？